是的，这是一款28普鲁的电动滑板车。今天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滑板车的特点。上锅全液晶显示，全智能控制，一二三档智能加速，可根据不同的骑行环境进行调节，满足各个使用场景。如在三档以内，我就用一档低速行驶；如在我们户外的话，就用三档进行行驶。这样的话，回头率会超高。第二，智能定速巡航，一二三档可以进行都可以定速巡航，一二三档。可以减轻你手指长时间的疲劳，智能安全充电，充电保自动保护，更安全高效的充电效率，简单易折叠，折叠携带方便，全车仅14公斤，折叠的话可以随身携带。前后带双减震，骑行舒适度更高，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体重进行调节，在此位置可以进行各个体重可以调节你的，根据你的身体来调节。全智能防水设计，在整个外部表面没有看到一个裸露所有的线头啊，或者说什么接线的，全部是可以达防水等级，可以达到 IPX4 等级，下雨骑行也不用担心故障。超高亮的大灯设计，夜间骑行话也不用担心视线不佳。整个电机的超大的电机扭矩设计，可达到350瓦，承重可以达到120公斤，爬坡角度可以达到15度。全智能节能系统，在待机非骑行状态下3分钟自动关机。智能刹车系统，安全防抱死，而且有携带辅助刹车系统。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以上的几个特点，当然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有更多的优点等着大家去体验。